你念念想要投于诗，那这个诗是要讲良心，他也知道在诗什么的。然后这个诗他自己都不是在决心上诗的，那你随他所诗，那只有随着上诗，你所投入那个气氛就随着他流转。那当然我们是在正面上说，一定要有那个上诗，那个真正要懂得那个传承那个诗，要对这个诗之一字非常负责的人，那是叫上诗。你跟着他学，就如同你把你自身投入大山，你将来当然就能够启程那种大山的中的潜移默化，这叫传命啊，不然很难。为什么很难？你说师傅，你讲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你是狂妄说的吗？不是。为什么？知道吗？这么几千年来，不要讲无始劫来，无始劫以前不知道，几千年来，汉藏两教，汉藏教也不是太久了，汉藏两教或者密教，唯有显宗祖师留下所有一切修行的教导跟言论吧，是吧？密教有吗？他没有多少。那你说他有其他的很多书啊，那些乱七八糟的，你永远知道一件事情啊，像莲花生大士啦，宗喀巴祖师只留下一部叫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。什么叫密教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？我都怀疑都不是宗喀巴祖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他的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那个两个言论去向、走向、气氛、氛围完全不同。因为你将来，因为你不是修心的人，修心的人看，啊，我也不好意思这样说，我是修心的人。就是因为你天天在心上面去体会，你就会知道那个走向、那个心境之中的路径全然不一样。密宗的经从哪里来？知道吗？密宗的经典自古以来叫伏藏诗，伏一个人一个犬，伏藏诗来的。什么叫伏藏诗？你知道吗？他突然到山洞去，突然到哪里挖出经典，突然打坐，有什么人在指点，有了经典他再写下来，那些经典那就跟内地跳大神一样。那过去那个密宗都是什么？都是权位王权呢，所以他能够利用多少服藏师用这种方法来编纂种种造假、种种文字，只是符合王权的那种他想要的那些恶行啊。所以过去那个元朝的时候，八思巴到了元朝做国师，元朝里面一片淫乱嘛。八思巴的弟子那个叫什么杨连真家还是什么大喇嘛？八思巴的弟子，八思巴现在在藏教叫什么祖师啊？叫圣人。那你自己仔细看看八思巴，八思巴很年轻就走了，他的大弟子在中国领土上面强带着一大堆喇嘛强奸民女，甚至于强奸民女的时候还叫他先生在旁边看的。那八思巴不是圣师吗？他怎么不知道呢？这个不是在骂人的，这是讲他根本没有言论下来，根本没有那些论述下来。你随便就听到后面讲八思巴是圣人，八思巴是圣人，八思巴圣人不圣人我不知道，他的不能管束弟子我就觉得很差劲。他不知道他弟子干什么吗？他的弟子都会这样做，那他在修什么行呢？在杨连真家上历史记载的，他把那个谁呀、啊，宋什么祖啊，头砍下，他头颅已经死掉了，头颅割下来弄成一个碗，上面镶着琉璃，就是杨连真家，就是八十八的大弟子。所以为什么自元朝以后只要有那个民间戏曲讲到那个恶人，一定有个喇嘛，对吧？就留下深刻印象，也有留下深刻印象。所以后面他们所有的文字，他们就嫁祸什么？嫁祸这个莲花生大师，说讲的那些文字什么什么，说男女啊干什么，都是伏藏师之手。你相信他是真经啊？那完全跟心境不一样的东西嘛，你根本没有修过心。修心的话，假如你有一点，在每个感受之前，你都知道你的决心何在，你就看看他们那是什么东西，还是什么敢于去投入感受，那才叫做修。你真的用决心，用决心投入，不是让你妄心投入，妄心投入都叫流转，妄心投入都是地狱。本来是觉，就决心投入，
决心投入叫做大明，所以如日悬空，一切得到普照，那是讲的觉明，听懂了吗？所以将来学习要特别小心，好。